嗯，我很喜欢一首歌曲，是吴克群的什么东西。齐美美选择吴克群的什么东西，强烈的快节奏音乐适合放松肩胯伸展腰背。好吧，开始啊啊，先让你的髋关节活动一下啊，看这个目的啊，是让你先让你过热身，因为呢，你在跳舞之前一定要这样热身。我们说上来，因为我喜欢这个音乐，然后我就疯狂的嗨起来了，不可以，一定要自己的髋关节活动开，暖身暖身，对了，好，开始了，好，来，一二三，打 ，OK， 好，没有问题哈。啊，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啊，西腹，看一下啊，西腹，西腹本来就有肚子，手臂扬起来 ，OK， 然后一个，两个，我操，啊，哇，你要拥抱谁？我要拥抱贝尔西伯，哇，去，五月七八之后 ，music please，four three two go，music please， 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我觉得美美跳得好好啊！我感觉想到我就这个，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太快，还是美美，还是老师，他有进步，有一些，对，以前学过舞蹈，然后现在我们没有了，需要你的引领，快点。都来个三五遍，应该下一个三五遍应该学得会吧？对，那现在才行。好，下一个谁？我喜欢爱情恰恰。好的，那恰恰好 ，OK。我们先做啊，上一个慢波恰恰恰，慢波恰恰恰，慢波恰恰恰，慢波恰恰恰 ，OK。然后之后三七那个 one two three one two OK， 最好换下来。我就不用那么高难度了吧，我觉得哎，潘玮柏你知道吗，我觉得他蛮可爱的，他那个什么壁虎漫步特好玩。严丹成选择潘玮柏的壁虎漫步，模仿动物的舞蹈可以锻炼到四肢，达到全身的运动，力学就是把自己彻底变成壁虎。我感觉这个是不会给你很简单的东西，对，锻炼动作的时候你要联想一下啊，你就是一个壁虎，然后这是一个墙，然后你要趴在墙上，是一个平面，所以呢控制好身体的平衡。 One two OK， 要走一个壁虎，嘿，上墙 OK， 好 ，We see， 我没有办法，那个，太阳，壁虎休假去了，再见，我们两个人在身上，我们都不是。